林联分局中一派出所于4月30日21时47分接获民众报案，称其位于大寮区凤林四路手机店遭隔壁店家泼洒槟榔汁，污损其衣物，全案已依毁损及恐吓受理，后续将通知谢姓嫌疑人到场说明。另外，有关疑似不明人士到场部分，本分局将主动追查有无涉及不法。林联分局呼吁民众，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，切勿借故生端。不法分子若扰乱社会秩序，警方必会坚决查办到底。